那你们我用找，是我用找的就好了。对呀、啊，很多钱啊。哎，那包是什么？要去找朋友。那一包，那包是什么东西？警方在路上拦查这辆计程车，不过却发现在后座的女乘客神情非常慌张，整个人紧张到手不停发抖。28号凌晨12点多，新北市芦洲区附近，远警执行临检勤务时，在计程车后方48岁的女乘客随身包包里搜出毒品。你自己拿出来放在地上，放在地上，来放这边，放在地上，自己放在地上。这是什么？是你自己说？这是什么？没地。女子从包包内拿出一把用假链袋和纸袋装着的毒品，远警当场查获第一级毒品海洛因及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，价值10万元，疑似是要去进行交易买卖。女子则表示，当时是要去找朋友。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。东森新闻新北报道。